凌晨四点了，宝宝。咱爬山去。啊！叫上兄弟伙们。走。我不睡，他们也别想睡。第一位当然是爬山去。赵鹏浩了。爬山去。你有病吧？这么早，我以为你俩又结婚呢。天还没亮，家人们。四点二十。起来的就。喂。你出来，我在你家门口。啊！第三位朋友，提前跟他媳妇通过信。嗯，我对不起。我对不起。第四位朋友。爬山去。朋友们，现在是5:15，人生就是要充满。哎，是。不